以上纯属模拟画面，但如果真的遇到可不好玩呢。来自台湾的新创团队推出了这一款多功警报器，当发生危险时按一下按键就会发出高分贝的警鸣声来自爆，而且会立即传送讯息给紧急联络人还有求救的位置，同时还有自拍的功能，像是发现原来歹徒是自己的朋友恶作剧时，还能拿来当遥控器自拍留念一下呢，并且有手电筒的功能，方便随时照明。再贪心的把防丢功能加在里面，可以把装置放在小朋友身上，当距离超过指定范围时，手机就会哔哔叫。实际使用发现，多功能合一挺方便的，但警报器和其他功能按键容易混淆。如果真的发生危险，可能还要跟坏人说：“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找一下警报器的按键呐。”似乎有点荒唐呢。东西湾台报道。